中午11点，国际乒联官宣，陈梦突收坏消息，国乒一姐生涯或迎来重大拐点。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咱们国乒一姐陈梦，也是刚刚收到了一个坏消息。这条消息已经得到了国际乒联的确认官宣，这无疑对于陈梦她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啊，让国乒女队的主教练马林，也是陈梦的恩师，也可以说终于是看懂了。可以说这是马林最为担心也一直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在今天还是发生了，这无疑对于陈梦的职业生涯来说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我们都知道陈梦在东京奥运会上帮助中国国乒也是拿下了两枚金牌，实现了双金王的荣耀，拿下了职业生涯首个女单的奥运冠军的金牌。可以说对于陈梦来说，她在奥运会夺冠之后也表态自己即将迎来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原本大家对于陈梦是寄予厚望，希望她能够引领中国国乒女队在新的周期去缔造一个王朝，但是却没有想到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陈梦的状态节节败退。那么无论是国际比赛成绩，还是说在整个大赛中的稳定性，各方面确实与孙颖莎与王曼昱等人差之甚远，尤其是孙颖莎目前也已经彻底的把陈梦甩在身后，让陈梦目前真的是望尘莫及。那么陈梦虽然说作为国乒女队年龄最大的一个一姐了，但实际上她所给这支球队能够在国际比赛中做出的贡献在逐渐的降低。就像刚刚结束的新加坡大满贯的比赛，与孙颖莎相比的话，孙颖莎是身兼三项，三项全部夺冠，而陈梦在女单的比赛中竟然止步第二轮，而在双打比赛中其实整个成绩也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说这就让陈梦她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那么陈梦在未来的国际比赛场上，她还能够给国乒女队带来多少价值，还能否拿下一些冠军的荣誉，她是否还有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那么这或许要打上一个问号。因为自从我们国乒内部的这种激烈的竞争不断升级以来，其实我们国乒每一个周期都会有一些队员可能在28、29岁的年纪就提前的选择退役。那么陈梦今年已经29岁，我们已经明显的感受到她的身体机能、体能各方面都在不断的下滑，伤病在不断的增加，导致陈梦在连续的国际比赛中的成绩非常的不稳定。再加上陈梦其实她的这种心理素质、她的心态各方面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队员，所以说导致她在比赛中啊会经常的出现一些波动起伏，成绩不稳，对吧？所以说综合各种角度来看的话，再加上我们国乒很多的99年的、00年的孙颖莎、王曼昱都已经独当一面，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了。所以说陈梦在新的周期，大家一度认为她淡出国乒的视线，甚至会选择退役，这或许是一种大势所趋。因为在近期她的国际比赛成绩真的是太拉胯了，让国乒球迷真的都无法接受。那么陈梦尤其是在上一届的新加坡大满贯，她输给了萨马拉，被淘汰出局之后，对于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来说，就是一次非常沉痛的打击，让陈梦现在已经跌入了个人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期。那么在这种低谷之内，陈梦是经历不了任何的其他的打击了。在这个阶段，如果说再有什么打击到来的话，那么对于陈梦来说，他的职业生涯将会很难再去翻身了。那么就在这个大家都在期盼着陈梦能够在接下来的连续几站国际比赛中能够打出一个翻身仗，争取在新乡站、澳门站的两站冠军赛，包括泰国曼谷的球星挑战赛，甚至是德班世乒赛，这四项比赛中如果说能够打出一系列的好成绩的话，陈梦是有机会让自己在新的周期重新赢得国乒教练组的信任，去上演王者归来的。大家对于陈梦仍然有着这样一丝期待，但是接下来的四项比赛如果再打不好，那么陈梦真的是一点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能否参加明年的巴黎奥运会或许都是一个未知数。而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就在今天中午的11点中，根据国际乒联官宣了最新的世界排名，显示陈梦已经从此前的世界排名第二的位置直接跌到了第四的位置，也就意味着陈梦跌出了世界前三，这无疑对于国乒一姐陈梦来说，她迎来了职业生涯一次重大的拐点。因为伴随着这个消息的到来，意味着陈梦她将会让自己承担更大的心理包袱和压力，后期在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自己想法更多，自己想赢怕输的包袱背在身上之后，让自己束缚了手脚，很难发挥出更强的战斗力，或许在国际比赛中的成绩将会更加的节节败退，这无疑对于陈梦来说则是怕什么来什么呀。